2024年三月初二，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呢，气温受到这个强烈冷气团的影响，各地的气温拢比较较低、较寒冷。啊，这个北部的所在要注意吼，有还那个受雨势发生的机会。啊，中部山区有一波较大雨势发生的状况。古历行到正月22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0度到21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来。来，首先咱伫这个自由广场，才有看到曾信林律师哈。这本身嘛是第三届国民代表啦吼，国代，伊来写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写讲酸民啊不争气，滋养中国党吼。这最主要是咧写讲最近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甲国民党吼，安尼合作啊，要创刊吼，啊叫这个啊所谓的中国嫁对台湾来的新娘啊是配偶就对了啦吼。要甲修法，互过着好康，带中国人来咱台湾吼，吞食咱台湾的这个啊税金呐 这个福利种种了，对啊。那来看看曾信林律师伊安那写这篇文章呢？伊咧讲独裁国家通常将这个国家啦，当作家己厝的政党所有的。啊，所以的政党的名称头前拢会挂国家的名称呢。譬如讲北韩劳动党是执政党，譬如讲俄罗斯执政党是统一俄罗斯了，譬如讲中国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了。但是民主的国家真少看到这种的党名呢，亲像美国。诶，执政党伊就是民主党尔，伊也无挂讲美国民主党啊。亲像日本的执政党，伊是自民党甲国民党，伊嘛无挂日本自民党、国民党呢。啊，那中国国民党就对啊啦，自称讲是台湾的国会上大党，曾经是执政党，嘛挂吼敌对讲的国家的名称，讲还是中国国民党过来占领呢。这是这个民主国家的体育甲笑话，大家心中自有答案啦。上好笑的，就是中国共匪的军机卡袂掉，就伫台湾，一四口人当地啊咧飞来飞去，闹事，只要冤家相拍，唔蛮好看到中国国民党来天津呢，因的高层一个时常去中国吼啊，去咧跪拜啦。金门的船啊，兵船的事件，中国共匪高干灭台湾的政党草菅人命呢？国民党高层的人竟然当面回应讲要来监督民进党政府了。最近安尼差讲要帮中国人就对了啦，争取吼啊权利啦，要带咱台湾人的福利就对了啦，身份证吼要有六年，速递到家吼，争取身份证要有六年，速递到存四档安尼就对了啦。中国国民党从无存在九二共识呢，安尼配合中国共匪来演出主张九二共识。莫怪啦，啊！这个马英九伫大选的期间脱口而出讲，两岸关系爱相信习近平啦、啊，真正唔知啊，这党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党啦、啊？这个中国共匪的高层竟然啊，佫唔知人见笑的骂咱台湾政府讲草菅人命。中国共匪甚物时阵开始咧关心人的性命啊？草菅人命敢唔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吗？这个徐才厚啦，啊是这个郭碧雄啦、薄熙来啦、秦刚啦，包括这个火箭军高展甲吼啊，净得130多万人的死，而这个啊130多万人死的就对了啦吼，死的啊，关的关，死的死，关的关，敢唔是中国共匪草菅人命所创出来的吗？这个案件有两人死亡，只是沦为中国共匪制造台湾内部分化矛盾的把戏了。接下来是一步一步要将金门的水域啦，变作成中国的领域。中国国民党竟然讲甲安尼配合来咧演出，
究竟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党呢？看无呢？中国共匪想要互吞食台湾，要从金门来海化，要输这个海峡的中线消息化，戆啊！你看，大家咧看有，只有国民党的歌神，一个吼含对方底下咧一打一唱，上届要紧的都是安那，无敌盲目的选民啊，专凭啊人情的关系啊，看色底咧当票啦，而且唔是吼、哦、看人才咧当票，那无着这个啊结婚啦、啊，啊是吼、哦、送书啦，人啊包一个红包较大包的啦，选举的时阵就全部出卖。选票去等等好人啊，将台湾的灵魂嘛卖掉呢，涉劳军事机密的人，竟然啊个我多人割票当选啊，前科累累的同款照连任就对啊啦，这种的民主有啥物品质可言呢？有啥物款的选民，都有啥物款的立委，选民对着这的人，特工安尼心向中国共匪的政党家吼，立委吼，既然完全无所谓。这是要教国际社会，要叫国际社会如何来支持台湾呢、啊？咱知曾信明律师讲起来话，差不多拢是历年的支持者吼，一心来话啦。对啊，你像马文君迄啦，啊，你像这个啥高鸿安啦、啊，像咱今仔个咧啥念的吼，迄、那个新德官官长国民党这边名我袂记起来啦、包括这浙康。做肝环科啦，啊，有诶无诶啦？你想这个啥？眼睛表演这口罩，嘛拢割票当选呢？对啊，还是选票啊？啊，我都想拢无，因家诶人，邓侯因家诶家诶选民就对啊啦。因家诶人是拢无咧分是非诶人啦，因家诶人是讲，啊，人诶安那做肝环科因到代志，反正人结婚人红包都有包一包来荷兰、啊，因到咧死人因到毛包一包去荷因去啊慰问安尼，啊咱就撇个顿顿出来。啊，是因家诶人根本就是唔捌咧看电视新闻，唔知啊讲这对人是专门咧做肝环科，伫咧吼啊创台湾人，伫咧吼啊即、這个要甲台湾吼莫去送互中国诶。因拢唔知啊嘛，应该咪讲完全拢无咧看电视新闻，所以因家做间反科汇率的代志，做真的人，因拢无看的，啊，所以讲他们撇个照登记嘛。不一定，不一定，因拢唔知啊啦。啊，有当时啊，因本来就是要安尼啊，啊，就是要安尼，因当然邓侯因啊。啊，只简单讲，有台湾一些的人有无吼？迄、那个人数到底是变少去？啊，是认为讲啊，差不多啦，拢同款啦。靠边少去咧，都一部分拢登对歌遐戏啊。对啊，啊，登对歌遐戏，讲、一寡歹听诶，因嘛是认为讲歌袂歹啊。啊，问题歌当最近表现含国民党有啥物差别？对啊，根本就比国民党搁啊国民党啊。所以歌当若是讲伊成立了后，伊诶表现是比民进党搁较大牌有啊。对啊，啊对台湾搁较保护诶话，你讲民进党诶票走去。刮门贴个党的票，这真正常啊，这咱未敢干呐。但是事实上看起来，啊，你等我刮门贴，你就归去啊，等我叫我们党得啦。无啦，啊，伊未进党的时阵，伊用的人都啥？亲民党的。对啊，遐拢早着拢黄珊珊呐，啊，佮内面有过来拢亲民党的啊。啊，包括迄当时嘛，佮叫一个中国蒋渭博啊，迄、那个叫齐春英啊，啊，都拢叫这个人啊。对啊，哎呀，啊，结果嘛是讲我们个党。有啦，伊讲那讲叫两个啊。迄当时唔知阿公可是大牌诶，即个陈昭之含考中心啦，伊嘛是要叫即个人入面，讲伊蓝诶嘛，买红诶嘛，买青绿诶嘛，拢买伊诶伊用伊的安尼嘛，你啊看伊诶磷酸是毋是安尼啊？啊，结果好啊，你甲我讲伊是绿诶哦，啊，伊是安那是安那，结果你啊看对头靠要做康过，边蓝边国民党，搁国民党啊。啊，无错啦，啊，人伊都叫会出这个人出来。啊，你陈昭之，你讲你以前你是台派，无你嘛看伊最近的行为，你出来甲骂两句啊。好啊，伊若未爽的时阵，甲我开除哦，因为我是不分区的嘛，你要我弹掉弹掉嘛。我民主，我的民主尊严在啊。我讲你咧，你国党，你迄个什么国民党，你从安尼，你含中国国民党有啥物差别啊？你也当个骂两句啊，公开开记者会干咩啊？你的尊严较低的啊！我唔相信讲你在靠你为这份迄个薪水，你叫我当人迄个过日子，我唔相信啦。我唔相信陈昭之伊的经济安尼样样啦。那柯中选在咧做教授都好好，伊都还袂离离，都唔免个讲。无啦，那天你前面来讲两年后就要换伊啊，你咧唔听着？
嘛是冲到这一边去啊！啦，这种这咱讲真诶，政治啊看到遮来，这真正是在头壳看看到遮啊啦，吓啦！伫节目当中来到新山台湾人俱乐部节目当中讲到青甲出奖，嗯，竟然讲一个广东啊两三，就安尼个甲说好多甲说说啊，是不是咧操？啊，这是什么政治人物啦？你搞确定？你讲实话，我唔知呀、啊，我唔知。伊嘛要解释过啊，伊嘛要归记者会讲过啊，伊嘛要解释过啊，讲伊当时是我伫那台派，我伫那立个，起码系忽然间连迄个红的伊嘛，伊嘛会爽啊。嗯，连迄个含红的含蓝的差不多偌济，震动个头壳瑟瑟的，叫去解，讲伊嘛感觉爽歪歪啊。嗯啊，这个人讲就我歹听，后在中做个大学的教授，啊，恁台湾的教育是啊，出了大问题啊，你嘛，大学的教授来变头壳红痛的嘛一堆啊，无啊，本伊较早的这东西红痛的，你啊看伊咧带咱讲什么咧反一口话有诶无诶，伊当时是对一道人，感觉是红痛的，无啊，你咪感觉伊个部分的足感吗？头前拢真了够成的啊，啊个后边很出欢迎啊。哦，对不对？你做工爱怕啦，嘿啦，伊咧起啊都还好尔啦，陈昭书啦、柯中信啦，这村里我拢不在乎啦，就干嘛这两个尔，因为这两个过去，大家拢算熟悉嘛，对不对？我今仔日我那陈昭书，我已经这里位啊，柯中信你都无法度啊，都卖讲。嗯，我那陈昭书的话，你那想华东最近的表现，我一定开记者会甲骂骂。好啊，你国民党你要搞我试试啊？你搞我退出华东，我无这里位，我嘛无差啊。嗯最起码我开记者会，讲二十个公里唔是啊。柯中信虽然即马伊也唔是现任的立委，嗯，但是啊呐，即因咧讲讲两年后就轮落来嘛，即本来是安尼讲的啦，所以伊本身即马嘛是同款是属于瓜分区，即个做不分区的名单之一。嘛是啊，感觉啊陈昭志，咱伊嘛是会使开记者会啊。我感觉讲伊应该是咧等啦，等到两年后伊宣布做立委迄一天啊，就是。随意的啥，开记者会是讲，恁被考中是退党，恁被不屑家你这个考，迄个啥物国党，是澳党、华党、含中国国民党、含中国共产党，无啥物差别。那反正刚才等只刚才讲这话，你该知了。嗯，嗯，加油啊！还是要办的，以前有交代，大家要重视我之前一定爱成交，唔爱去讲过啦。哎，老啊，跨界已经讲跨界杂啊，就对了哈。好啦，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啦齁。啊张姓律师伊咧讲的意思是咧只讲遐招呼因的遐人就对啦。啊咱下在时啊已经讲一套戏啊嘛，对不对齁、嗯、啊这个民主的选举算出来唔是大好啊无就是大歹啊。大好就是讲诶、台湾人登出来票就真正你看咱这个就是啥这个这个就是台派的立委三种总统，其实有够多啊！这对伊我发生过无？捌啊！民进党蔡英文的时阵，总统是咱啊，国会嘛是咱啊，全部拢咱的啊。有啊，较来讲台湾人无觉醒，无发生过啊。但是为什么这届会变成安尼？变啊！说啊，这总统就为啊说啊，科家再个地调了呢。嗯、啊，但是是安那立委会拉落来到剩五十一，哦，本来六十万，拉落来到剩五十一，啊，这是民进党你家己去检讨嘛。嗯哦，是不是恁在咧做的时阵有一挂法令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哦，引起人的民怨，啊，恁家底下个第二点迹象无啦，无了解。因为伊落掉诶，迄几息就对啊啦，国会表现也毋是咧差啦。嗯。哦。嗯。你若讲伊落诶，迄几息吼，伫国会表现就两公两公啊，嗯、啊，甚至也无咧出席国会咧做工课，落、嗯、就算啦。嗯。毋是呢，我看过来收拢袂歹呢。嗯、哦，你想迄、那个，你想迄、那个，迄、那个什么，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正义啊？哦，林正义，哦，林正义，哦，迄嘛拢未歹啊。嗯，啊，迄、那个我嘛想无啊，从古来下，拢表现了未歹啦。好啦，这会检票是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啦，啊，这咱就免去怪啦。啊，林正义伊这些的书吼，这咱嘛早就有了过啊啦，已经有了海神啊，有可能啦，啊，唔是讲伊表现歹啦。嗯，因为因这个人家底下输不起啦，所以。迄当时报算数，诶，迄一刚开始人得数，底下唔知做啥物工过，咱唔知影。啊，即边咱讲明啊，咱无清楚啊，就甲咱讲安尼啊。人数底下无一定吼，阿爸阿母去甲拜票，去甲拜就讲，诶，佮过两冬后吼，会算计绝对会甲咱支持啦。啊，咱就平平吼，拢温岭人，唔是啦，咱平平拢台中人啊，拢遮个人无少听，你听就你林正仪对白位啊来，安尼较会使。咱无一定用啥物怪招有诶无？啊，好啦，凊彩啦，咱伊吼。
这个头前拢讲甲规片认证啦，啊，选后就是一翻两瞪眼啦，吼、嗯，就是这个叫做啥？这个选票一个开出来了，看就知啊，吼、哦。哎呀，凊彩啊，啊，这民众的选票咱拢尊重啦，吼、哦。啊，无投予因的人，遐拢绝对就是咱这边同温层的遐。是啊。啊，投予因的人呢，伊也袂听咱这种节目啦，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所以你只讲唔结果咧。啊，至于民进党要安那，吼，这个票搁再增加倒转来，还是要安那从这个票搁吸转来？至于要吸转来的票是啥物票？真正是讲胖于少年票啊。你哪知道胖去是少年票？是。啊，真正胖去的是老大人的票吗？你哪知道胖去是老大人的票？哦，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下代呢，讲几啊遍啦，吼，卖对咧挂问题的，也去迄个抓方向的方向对一点。挂问题讲少年啊，拢等我，哎，就真正讲大咧检讨，啊，啥那少年票拢无去，还是恁无一个甲我讲讲，恁凭啥物知影少年票走去啊？民调吗？靠电话查询啊？民调在我赢的啊？对不对？我买到凊彩赢啊！我讲我今年打二十年啊！我今年打二十年啊，我知道我赢的啊，爱民调还是安尼死啊，何样啦？啊，佮再来登票，未来再登，你也要看到伊登我什么人？啊，你哪知道这个少年啊，就是挂门票赢的啊，是不对？啊，你徛伫迄个就做啥？迄、那个投票所的门口徛当咩？出来一个问一个，出来一个问一个。哎呀，老，咁样老实甲你讲，嘛不可能。对啊，伊可能是登我民进党啊，但是讲我登我挂门票啊，啊，你嘛要遵守。是。啊，所以这个票到底安那算？啊，那算讲少年人就走去遐，我就真正想咯。啊，这就是原因，就是我迄刚讲的原因，唯一就是安那。像阮家的囡仔，无一个人登高分票啦，是，拢看个袂爽的，对不对？哎呀，然后人家的少年啊，嘛是同款啦。哦，你要再坐去因厝里少年，嘛是拢奇怪。啊，全部个个阿变爽，遐厝里遐囡仔、少年啊，看到高分票就特别吐出来啊，对不对？哦，啊，林总啊，这边只嘛是在少年啊，嘛袂去登高分票。这东西是，啊，但是政治人偏偏因拢会讲少年人拢登高分，唯一的可能就是啥？就是因家的囡仔拢登高分票嘛。唔即系造成因为种想法，讲啊，你少年啊，真正登高分票，安尼嘛是唔使讲啊。一定是安尼，嘛一定是恁家己做政治人啊，啊，你家己家庭教育做无好，啊，你家己嘅囡仔拢做一登高分票，啊，你家己想想讲，哎呦，我囡仔拢登高分票，安尼少年票可能真正要高分票，是咪啊？恁娘咧想，我袂啊，因为阮家都本身囡仔都无可能得高分票，我就袂去想讲高分票甲少年票是咪啊？是。啊，无你搞解说一下，少年票拢走去高分票。麻烦你用一个真正我都证明的数据，我看，卖提民调来，我看，啊，伊都较客嘛，民调，卖民调准啊，迄个白痴啊，一半民调，一半用药的啦。啊，佮另外佮我感觉工作莫名其妙，就是讲国栋退出来迄几名，部分区的立委就对啦，对几下有在叫人欺负少年家囡仔啦，吴国昌啦，讲一寡歹听啊，迄个。迄个什么会是大家嘛？知以前都唔知啊，都太阳花叫便宜嘛。工作工艺做挺大话咧，啊，你要从地面一个国际上咧，啥讲啊？这个话那差不多老啊咧，不是啥？啊不，黄珊珊啦，病啊，或者有诶无诶，陈昭之就提到我们，我上面地面多啊，都会讲你得有挺病诶人，较早即个讲话陈昭之啥种啥关系嘛病啊？柯中信，你讲伊安怎，我嘛想无啊。啊，柯中信伊迄早前伫担心，种嘛选票选到够浪费诶，迄种歹势当面甲浪费啥？无提来就选票。足多人，迄几下是要去对吸引所有人家囡仔啦。国党因一定拢有咧开因的党团会议，哎呀，一定有咧开嘛。啊，国党因一定就是像迄间国民党讲啊，我有啊，迄、那个立法院内面咧开会是有几啊多啊，对不对啊？我拢无出声啊，但咧讲分别个咧白杀啦。是，你做一个党主席，党团咧开会，你几啊多，你拢无出声，讲安尼讲会过，那可以。啊，我即马就要问陈昭做一句话啊。哎，恁咧开国党嘅党团会议时，你有讲阿边啊？阿仔啊，你有讲阿无？讲出来啊。白七白一，白七零，白七白七，白六位卡咧啊！你当讲阿呢？哈，拜拜啦！讲阿啲事体是要从阿只无大无字啊咧，我嚟跟你讲。啊，我都是讲曾信明嘅律师嘅文章咧，读到我那趣味趣味，开始啊读这边好，安尼规个心情往摆起来，你咧？我就讲起来咧，哦啊。我知啊，我去啊，迄记诶，记啦，记大哥，记诶，记大哥，记大哥，啊，记大哥啊，但可以未啦，迄个记大哥。哦，无啦，啊，今仔日再有考嘛，我嘛未记啦咧。有啦，有哦，有啦，哦，有啦，有啦，有哦，啊，可能时间一个久了，我小可叫袂着啊。你放下紧张诶，阿哥，来，记大哥，明仔个得等下来，感谢。
哦，你好，你好，你好。我这摆是在山顶，我好录一个，好录一个。好。人家听友哦，节目听得真爽哦。啊，这个咱的产品尤其是这个七宝山哦。好。大家哦爱谈，这个物件哦。哎，做感谢你，做感谢你，做感谢。安怎讲呢？我讲我无跟你讲，我换这个习惯哦。哎。还有那个送货，那个客人车的司机哦，但是像我讲七万五块，伊讲唔对。哦，这是。哦，我知。啊，我甲迄个年轻仔讲，阿狗，迄个阿狗有心机无？伊讲阿多要债，讲我买个长条节目。哦，啊！迄个我其他讲好呢。我之前我无法讲诶，关我关嘛吼，因为我生咧迄个白痴迄个人生哦。好，我知我知我知。哎，就是我刚才注意讲有啥物反应，无甲注意讲有啥物改善啦。哦。结果我拢无反应。哦。啊，我即过吼，佮叫这习惯来哦，我也拢无反应。啊，你这是无反应啦，你这是。拢无反应。但是哦，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讲啥呢？我较早我就。那食得胖哦，会可能有，那你就是包包的那个抖音哦，抖音生啊，包包的钙丁啊，胖的钙丁，一生一生哦，一生的胃酸逆流，不是那个食道哦，血液循环真的很好呀。完了哈，啊，我食这个几多张贵啊，我今天食这个几罐就不了啊。哦，我。吃胖哦，吃两块胖，佮配豆奶哦。嗯，无听讲安怎？你本来算足够一卫生就对啦。哦，足严重个就对啦。严重。啊，即摆食个第四罐，你即摆即个状况改善了。啊，但是我无反应咧。哦。无啥物反应。无无无，这人反应是十个有三个尔。啊，佮尤其是安那咧，我即个咱即个改变哦，咱也无通常啦发炎吼。发炎的时阵拢会即个叫咳痰。咳痰。但是我即个咳痰哦，一升两粒。跟四粒，这个英文拢记个啦。哦，你咁多，系有都有，不管你有多大，听讲发炎啥，就是拢。四粒拢记个就对啦。跟四粒跟两粒。啊，你好。啊，一斤哦，这个豆角饼家哦，小几粒皮。哦。啊，这个豆角饼四粒皮好记嘞哦。嗯。但是哦，那个感觉上较偏小块。哦，是。啊，所以因为我刚刚。这个物件哦，实际实在是真好用啦。哦哦哦。我讲哦，大家节目听，这个物件够好哦。第一，甲恁斗赞助，啊，这个物件是好，唔讲赞助，赞助你若无好，无路用。啊，实际就真系有路用啦。感谢你。啊，其实我是拄啊吼，我听这个朋友吼，伊是迄个原来是贵的问题嘛。啊，我有感受，我讲安尼哦，我本来我讲我真正个较大改善，我才要做更新啦。啊，但是我就是听着迄个我有感受，讲我这胃这组织，哦，啊，够一点，我这个目睭吼，我这老花眼都伤啦，啊，拢会安尼吼，这个有种目屎膏吼，拢目屎膏，啊，我无感觉呢，甲前两三天的时阵吼，实在是遐起来时阵吼，拢实在是遐起来，过程拢去做目睭吼，哎，介绍无目屎膏啦，哎呀，啊，即马我问阮家个伯爷，我最近少你甲我目睭膏、目屎膏会讲无落掉，我但是买打点目屎膏挂目镜啊，我起来。系啊，阿叔即即卖即个也无去。好啊，你好，所以你改正啦，你今次当初唔知啊，而家又对对对，阿叔讲啊，我有好用，其实真正好用啦。好好好，我将朋友啊到赞助。咩嘢情况能？我发费用。哦，有钱，感谢你哦。好啦，再感谢雄狮大师听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啊，这么是广告时间啦、啊，介绍咱信达公司的许多三家产品，你看用心些，最好给恁做见证了对吼。所以用心是多，都是有这种价值性的这个这个神仙吼，啊，给恁做见证啊，一挂这个上啊小姐吼，给恁做见证了吼。咱听众朋友对咱信达公司哦的产品哦，是像许多三家的产品靠进一步一些了解。因为若要靠咱这直播中间要靠广告了，这用嘴来念了对啊，到底无人会讲真清楚了解啦。就是咱有食好的人甲咱讲，按多咧听，哎呦，伊这个毛病多同我同款的对，啊，我冇这种毛病呢，哎，阿个来甲食看嘛咧，安尼个对。所以许多人这个毛这种产品了对啦，对食咱身躯这个毛病哦，是不限定对这种毛病了对。这是一种保养型的产品，这不是药啊。你看药有针对药的作用哦，你药啊就一味药，你治这种病，你处理这种病。咱许多时候不是药啊，所以不是咧处理遐病痛着。结果遐病有一挂小小毛病啊，总当来塞，当来塞，啊，规身躯啊点点滴滴毛病。啊，一人个体质也无同，啊，一人个毛病拢无同款。结果迄个啊，食这也有效，迄个食这也有效，迄原因道理伫倒位？
雄狮大，迄个狮驼山的功能了，对。所以这种经营之啊，咱有咧讲做见证的时阵，咱咧听听听听，哎呦，伊讲迄个毛病，我有哪有呢？我得来个食看嘛咧。无食就变白，食了了，你若坚持坚定，照伊感觉食，两个两三个月要过去，正半冬啊就着，你就明显感觉啊，对身体上帮忙就大啦。啊咧，迄就是咱听众朋友热心甲咱报的安尼就对了。啊，无要靠咱用广告吼，实在是。讲无同讲啊，遐焦啦，哎呀，讲的都是安尼吼，所以雄狮大好好来甲听，但是见证真有价值性了，对吼，来自愿意，来自伊家己本身，遮过经验，你讲咱听了对，安尼较紧，所以雄狮大好好来甲使用，圣山公司优秀的产品狮驼山，感谢谢谢，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信山公司周年庆的活动，拢也搁咧进行当中哦。咱伫周年庆的过程当中，一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款，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侪侪精品，要请上互咱买十款的朋友，买十款的朋友，你也当个京东完十人分电子歌一台。你要跟欧姆龙血压机一台，跟六七七七江南台湾这座旅行的人工面部尽量拢会用起。你要跟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针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冷骨素六十粒，周年庆咱会当跟六十粒。啊，另外就是一处个别五罐独家送一罐以外呢，同款咱有啊，杀出一些精品，要来互咱买五罐的人啊来做挑选哦。买五罐的朋友，你这回买单金立原本坑二十罐做。精品的圣山公司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哦，咱一罐嘛，咱经过三十粒无。你要金丹索把汤锅一支，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气锅一条。你要金单向的汤匙一打，金无烦剂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烦剂的洗衫巾一包，拢会使。咱一道金一汤为关节，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啊，感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很多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龙一点在东京的街路上》。飘自着故乡，心肝内无限的梦，走做已经做，孤一个真稀微，不知要行到几期。心那さまよい今も東京町で
只是冲动跳出了故乡，心肝内无安的梦，到最已经重。孤寂的情比比，不知要行到哪去。心が彷徨い、今も東京町で。来，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各时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咱生产公司周年庆的活动依然持续进行当中哦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啊。来，另外咱们个看一篇这个抢劫的新闻哈。即讲伫台北市的北斗区有一间老牌老字号的这个珠宝银楼啦。讲伫这里的下晡去，和一名服面的抢匪冲入去，吼抢走了800多万的金啊！台北呢，市警局啊，警方呢，专案小组昨昏已经伫半暝啊两点外，伫高速公路一号嘉义路段已经将这台车吼啊抓落来啊，吼给炸落来。啊，包括这名抢匪外号叫做阿文，今年37岁。诶，新辟门就对个啦，你也着搁超出了吼，147条诶金盘链啊，甲金啊，一个有4条已经叫气候卖去啊啦，啊，这走路费用啦，台北市警局警局长张英兴正娱乐讲，这个案件吼破了真紧，又搁破了真水啦，这是团队合作吼优秀诶典范啦。肯定专案人员伫短短12点钟来，就来破来侦破着这个抢案，从状况啦，包括吼全部全部拢甲吼对回倒转来。啊那啊，这个对着这个社会治安的维护，及时啊提出一个交代啦。张永兴伊昨昏呢下晡个专工来到北斗分局来慰问啦，啊嘛颁发了吼加赛金来慰问这些警察。细心的这名嫌犯来到案了后，伊咧讲啦，伊讲啊，都含厝的人冤家啦，心情歹啦，想讲吼啊，要来抢劫案件闹僵了，你要关一个安尼啦，安尼心情较会起码是较会爽起来安尼啦。但是警方调查了后的时阵，看伊有切刀的前科的细心的嫌犯，伫这个案发进行的两天，就曾经过来到来到这个所在，今仔踮这个所在吼。来甲伊吼探勘着地形啦、啊，包括要逃走的路线啦、啊，足明显唔是临时起意，伊着讲得罪啦吼，来甲伊上树林地检署做侦办。警方表示，这名细心的嫌犯啦，无头路，平常时拢伫树林啦、啊，伫北斗，安尼四界吃饱吼，阴森森啊，浓溜脸啦，这是警方已经甲吼点油做记号，列管的不良分子啦。伊伫这里下晡两点外吼，穿着全部拢是黑色的衫裤啦，包括帽啊，一个吼啊挂嘴安啦，行入去中和街啊吼，一间老牌老二号的珠宝店呢，啊，伸手抢走柜台内底吼100多条的金盘链甲金啊，啊，这个啊头家娘随时吼起警铃啊，包括吼防盗锁啦。想讲要将大门的锁夹吼锁掉封倒起来，互伊关伫店内面走袂出去啦。也毋过即个细心的，即个抢匪真巧呢。你甲我饲大门的封倒锁锁起来，无要我处理，我就对后尾门啊处理啊。因为后尾门啊无锁，伊就对后尾门啊冲出去。
啊，你怕怎啊？我问下你倒位。啊，有可能你得行入去，你得看会到啊。我有讲，我有想处理，是咪行入去店的门口口，啊，行入去店内，你会看直接来弄通京东，弄到对面后尾门下去嘛，不一定啊吼。啊，这个台北市啊，市警的北投分局啦，包括兴大警察队，包括吼科警队，都展开了对查呢。啊，街头的监视器画面啦，发现到这个啊案发的进行两公细心的这名查甫人，有过来到来现场，来安尼巡逻啦吼，不是巡逻啦，来啊看这个地形啦、路草啦、路线啦，啊而且吼，迄、那个五官已经拢看个一清二楚啊啦，得手了后，团队行啊来得走，随时砸着一台客运车，坐着过来到一等点啦，警方一步一步来过滤调查出讲吼。因阿姨已经坐伫白白的计程车吼，南下对高雄去啊。昨昏半暝一点外，细心的嫌犯又搁坐伫另外台计程车吼北上起来，专案小组通报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这个警方来支援，顺势来伫这个高速公路顶加以北上的路段来把这台车拿下落来。当场抓到伊，啊，搁敲出专门吼，啊，即卖已经啊押来到吼树林地检署啊。哎，即嘛，规条路啊，规四街拢总是监视录影机，咱卖讲私人装的啦，干那政府警察局装的，看装偌济。啊，落迄个路口啊。这路这即嘛，佫想要做这个代志，哪有可能？警察你无看，警察讲绝对随抓到人，拢足紧的嘛，对不对？哦，都是我独立用行，啊行路嘛足奇怪的。迄警察足厉害的，伊家看咧监视录啊大，我都认出讲这个什么人的。嗯。哎，有得是。是到底咱伫电视顶看到迄种影片吼，较雾，啊事实上啊现场看的影片较清楚，还是啊咱唔知啊。因为咱有当时啊看了监视录影器，如果电视咧报新闻的时阵啊，咱拢看有即民国的雾煞，查出来看有啦。这其实吼，警察拢我都认出讲这什么人。我感觉讲因警察应该有一个迄个特殊的训练啦。嗯，伊就比如讲啊，你都属于，比如讲我就是这个管区的，警察就对啦。平常时的时阵，吃苦的爱人对的，吃的，吃霸龙榴莲啦，无要吃头路，要创啥？虽然咱平常时一般人无去注意的，但是因就是咧注意人家啦。嗯，哦，就是咧看咧相片啦，啊无了吼，我多摆徛出去巡逻的时阵，就拢会去甲人看的，因为咱未去又被一去甲看嘛。嗯，啊，因警察的头路就是安尼看，所以啊，就讲我这什么？啊，这就是咧职业的转调嘛，你啦，吼，好来。讲社会，说社会，我跟你讲吼，咱伫路人啊，捡到物件，唔通以为拢无人看到。嗯。哦，迄真正，迄监视录是就伫你个头壳顶。嗯。嘿，伊嘛清清楚楚。来，人民虽然无捡到，但是你个车牌号码清清楚楚啦，吼。啊，这个吼，这个女性实在是伤贪啦，吼，这安尼又搁在食，反正食官司啊，吼。这讲是伫咧彰化这个所在鹿港遮啦。中华鹿港街呢啊，这个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吼，对刀一对因刀出来了，要去开车啦。啊，要开车的时阵呢，才发现讲，哎呦，啊这落地啊，本来有一个皮袋啊，出去无看安尼啦。是。啊，就想讲啊，皮袋啊，敢会落去处理哪些？做这个准备个落车来去，来去拍。啊，拄啊看到讲伊的皮袋啊，就落去涂骹巷啊口遐。嗯嗯。啊，一个女性哦，讲跳多摆。经过了就看到这个落山，这个皮袋啊，怎阿幺落去甲捡起安尼啦？阿幺捡起来了后呢，这个女性吼姓夏啦，47岁啦。啊，捡起来了后呢，这个落山呢，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就特别名，就大声个喊，甲喊讲，哎，皮袋啊，我的哦。啊，结果这个姓张富林人吼，又安讲，姓夏啦，姓夏这个富林人啊。讲在皮底下退来了，油门吹来，讲做伊走啦。啊，这个事对我底下边个弱哦，个弱个家己间跋跋倒安尼就对啦，好够气个啊！啊，事中因大人咧讲，讲这个事下富林人从皮底下捡走了后吼，因为因到家己门前都有监视器啊嘛，所以呢，这个罗志山的这个家属随后啊，就将着这段影片甲铺上网络，而且报案安尼啦。嗯啊，真紧就提到了，这个做皮袋啊，是安那，因为警察足紧就找到这人啊。哦，
啊，这个里面的证件加五千几块现金，哪个信用卡拢装低了都对。嗯。但是信用卡有叫叮当过，哦，拢本来是业务去赚的，起码转变业务去赚来的。哦哦。是讲有叫提过来看。对对对，啊，起码可能咱人已经赚是伊啊，所以钱也唔敢退转。结果呢，这个姓夏的富林人吼，把这个皮袋啊，甲提起六江所、六江派出所呀，去行了，去遐交安尼啦。但是警方咧表示讲唔对哦，你咧虽然交做证据来讲，但是你可能已经触犯到侵占遗失物的罪啊嘛。因为啊啦，第一，这个内姓夏的女主，你捡到皮袋啊了，你明明有听到出来胖起的姓张的查甫人，伫后边咧甲你叫，而且佮咧甲你约，是啊，你佮偏偏这里我都咪徛咧，这里走无停啦，这明显就已经啦，就是要侵占的意图。是第二就是讲，甲你通知的派出所是和兴派出所，结果你偏偏和兴派出所唔去，你主要甲这个皮袋啊提去鹿港派出所，按两边的过这个代志吼，安尼互你提过来提过去，这个皮袋啊你提过手已经两点钟啊就对啦吼，啊然后呢，这个细下妇人佫赶紧甲手机啊关机就对啦，是，所以足明显你这有侵占失物的故意就对，吼，就是讲你故意要侵占失物。这时到会用发偌济，你敢来啊？头拄讲赔底啊，即话你知，五千块。我话你讲，即闹生你咪罚一万五千块啊？哦，罚一万五千块的罚款就对，安尼你敢会好？是啊。哦，而且这才想无吼，即咱来看这个影片哦，迄人已经伫下边咧甲你画，啊咧甲你约，啊结果你啊去做伊落一直徛，啊你真正拢唔敢台湾，即卖已经是一个监视器的国家嘛。你唔知啊嘛？哦，咱的监视器是未提来，伊就做啥侵占民权，哦，侵害民权。但是咱的监视器对警方破案呐，三种总是做有效果的吼。所以侵占几啊种，譬如讲，咱当时去提款机呀，结果说发现讲，卡里面较有钱，难无提。你提来了，你得随卡迄个电话有无？提款机边啊拢有提电话嘛？你让随卡伊电话，啊，第二就啥？水上高派出所是，啊，你就无代志是，啊，你那是讲呢，这个体要从这个无人看，我跟你讲，你的头壳阿边四周围拢有人在看啦，监视器，拢监视器就对啦，吼，我这有路口，一个路口，阮台南市即嘛，迄路口的监视器，你会惊死的，后翕冲红灯的啦，后翕超速的啦，后翕迄个有诶无诶就对啦，吼，但是遐物件总是经常破案。嘿嘿，好，还好，我们先来进广告，阿水哥倒等，安尼好来，感谢。你好，我是姚秀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点三绿色和平广播电台。大家好，为三月份开始，每拜一甲拜六暗时的五点，我要上大声的节目，要来做新的调整哦。每礼拜二，由咱台湾医术法律学会执行长罗俊轩医师主持。每礼拜四由咱的林静怡医师主持，带予恁上新看新闻时事的角度，上好的分析，精彩的内容，就伫咱有影上大声的节目。三月份开始，每拜二五点罗俊轩医师主持，每拜四五点林静怡医师主持，欢迎准时收听，感谢。你是想去爬山，我嘛想要参加。爬山健行是足好个户外体育活动，不过一定要小心评估家己的体能条件，早适合装备，做好计划，买看天气的状况。我即马就开始逐天锻炼身躯，做好准备。足好个，安全是爬山的人家己的责任，无论是悬山也是高山，要上山之前，拢应该找有经验的领队，也是请专业的带路人，安尼才会当快乐出门，平安倒返去。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服务。你小姐，这是健保局，怎有人摕你的证件来领健保的补助金吗？我无啊，无紧啦，我的检察官会跟你联络。我是检察官，已经上墙伪造文书，因为警察不公开，立即到开超商提现金，我们干惯你的口舌。我们是台北地检署官员，这边那参照诈骗电话，应该向相关单位或者是一两岸查证，公务机关甲司法机关会用电话通知，冇会用关心公文干惯你的口舌哦。聪明解决出啦，诈骗先甲边啊！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转吧转吧，讲你发电机。乖孙啊，你这欢喜是在唱什么歌啊？阿妈，听说最近苗栗外海完成台湾第一座海上风场，很酷哎！哦，
就是在海顶观察很多大机电风的哦。那不是电风啦，是风力发电机，能把风变成电。风力发电这么厉害哦，无污染真恐怖呢。离岸风电无污染，友善环境，能源永续。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妈，你出国怎么带这么多现金啊？哎呦，难得出国，当然要多带一点钱去血拼哦。哎呦，为防治洗钱，现在规定出入境携带新台币限额10万元，超过部分如没申报会被海关没收哦。还有申报不实，超过申报部分也一样会被没收。啊，真的吗？真的啦。哦，那出国还是不要带超过新台币10万元比较保险啊。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我们是在这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小李小李，就一点赞的赞。我是不爱，如今的心无奈，海音声声诉悲哀。听众朋友，齿花果有用，喙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果喙齿花真正有效。我呢，10几年前，40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用到即卖10几年来，医生阁好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喙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紧卡，台南矿六79450079。在南控六79450079，感谢你。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歌 CD 绘本的第二集，一个其实伫旧年，咱有介绍奇幻真台湾的第一集，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互伊个囡仔孙仔听。今年发行的第二集，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第二集呢，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作家渔夫。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家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来讲囡仔歌，予咱的囡仔听。咱卖阁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这次由嘉南金山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有三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的一个传说。妈祖新炸弹，一个台南喜秋啊流传200冬的古迹故事，包括顶一本《魔神啊传奇故事》的续集，规本呢有96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一个副 CD， 一个会当用网络来收听。一本的册内底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价钱呢1150块。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你只要敲一通嘉南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
0800-55-99-969 0800-55-99-969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册送到厝才六钱。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界大的优待。如果那第一集无买呢，想要两集做回来注文呢，两本只要1600元。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到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咱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第二集。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感谢。0800-55-8-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南星山公司周年庆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一处各位星山公司产品十款，都加上三款以外，咱伫这个周年庆的过程当中，买十款的朋友呢，你当来经东元十人分电子歌一台，你要经欧姆龙血压计一台，经6777江南台湾制作人工棉布一领，拢会用着。你要经星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买十款的朋友，周年庆你当捡60粒无吼？啊，另外买5款呢，啊，咱都加上一款，伊个同款，咱伫周年庆的过程当中有塞出吼，一些精品，买来赠送予咱买5款的朋友。买5款的朋友呢，咱即回买当来捡的，捡的原本坑里10款这精品的信山公司30粒真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30粒无。咱即回你咪当经济30粒，互你做精品咯。你咪甲金丹锁把糖果一支，你咪甲金白铁啊白新鲜，诶保温杯一支，金白锁完器搁一条，金单香的芳草一搭。你咪甲金无患子的洗头毛巾一罐，无患子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0800-55-8-668，感谢。来，接下来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咱淡水库先生来点播吼，文工老师演唱的歌曲《隔壁做事的阿英》啊。
见西门夜，结成一条李顺春，加班准备好，不好呀，忘快乐做小哈东尼哈，第一年穷就做起，红红又透明。本来看到是金家台，一秋客阿英，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在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啊，就你今日活动，咱依然持续进行当中哈。好、啊、来，感谢啊，啊，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啊哈。这个拄啊，打咧讲这个监视录影器规四季拢总有吼，啊，这个民众吼，千万唔通想歹心吼，啊，想要做啥物款工作路啊，这个卖你个卖烦恼人看袂到啦，吼、嗯，人随时录影器一个调吼，就让我都甲你调出安尼啦。讲一个六十二岁姓林的女子啊，啊，无工作啦吼，伫厝内营营安尼啦。啊，定定咧去到这个夜市啊，诶，这个做一间咧卖臭豆腐的，才咧食物件安尼。啊，顶个月二十一号买阿妈呢，姓林的女子啊，家己来到着这个老河夜市底下乌白洗啦。吼、哦，啊，一个夜市啊，讲有在条洗两点外钟，吼、哦，是咩啦洗啊？你看看拢无吼。那个哇，所在更大诶，换啦。我但是我有我到底啊，我未去夜市啊，正大哦，这、嗯、我知，啊，你坐咱的花园吼，就大点嘛，是正大了。但是我买你啊，我若要买物件，万不也一定爱去家买了。买你个出来未超过半两。不，咱查甫的咧，伫市啊咧买物件好，不管是日市啊、夜市啊、黄昏市啊吼。咱拢入面诶，进前都按正讲要去买。对啊，比如讲我买几卡，啊，我咧健康蛋白买我就出来。好了出来，啊，唔是查某唔是啊，伊就底下蛇一看，伊就买几卡呢？哎，伊嘛底下蛇蛇货，底下说，啊，然后几卡买掉啦，伊嘛唔出来，伊嘛搁底下说，一看人都未买就搁买。对啊，对啊，你像阮兜住伫武县夜市边啊嘛，啊，我某当时啊暗时啊，伊就讲啊，我咧夜市啊，食啥要食啥有啦，后来讲搞买一个臭豆腐啦，啊，八点出去到十点我才回来。你是去收单，好上面吃。我问讲，你是去收单钱还是去阿孙的？一个武圣夜市，咱坐了两点外钟。你讲，我就看一行，我就停一下看一下。买啊，就干那买你个臭豆腐尔。我讲你个臭豆腐买回来吼，我未臭啊，你敢知？已经变胖去啊，你知无？好啦，啊，这个姓林，这个六十二岁姓林的女子哈，头拄我咧讲嘛哈，讲定定去到这个做夜市啊，啊，这个臭豆腐卖臭豆腐的摊咧消费安尼啦。啊，二十一号的时阵呢，这个姓林的女子啊，家己有哪同款，又过来到这个老河夜市咧踅街啦。啊，时间呢，踅两点外钟啦，迄卡拢未算有够厉害哈。啊，最后呢，来到着这个臭豆腐摊吼，底下咧食臭豆腐安尼啦。啊，这个常常来咧食啊！照你讲，咱们头家唔就熟悉，无咱是唔知影啦。我咧常常咧食嘛。啊，这个姓林的女子吼，看到这大诶边啊，迄个做啥呢？迄个摆摊诶车顶面吼，有放一卡这个做塑胶袋啦。哎，目睭也正来呢。是。这个塑胶内底，塑胶袋内底吼，讲有一卡迄个 LV 的包包啊。LV 啊，你看啊，这就是名牌的包包啊，这种包包外好，你敢知？你放一千了，门啊，就变3000了。安怎讲？
啊，无名啊，贵姓名啊？无啦，阿姨出名，啊、你咧讲这吼、個，迄间吼我有看到一个吼，哦，阿姨无要紧啦，迄个伊，反正伊的品牌就是出名 ，LV 啊，我伫里头看到人查甫人啊穿一件吼，迄、那个短黄的衫，短黄的衫，啊，规身躯拢白色的，衫白的，啊，短黄的，啊，胸坎好穿两件 LV 好，我大件用穿少两件啦，放的啦。哎，我唔知，系放嘅嘛？应该是放嘅啦。诶，老妹个出即个物件都，我就看到，我就感觉讲，哦，你足兴啊吧？啊，实在讲，我唔知，我是看得足爽啊。我看你穿嘅时阵，感觉讲阿你好，平时感觉我有行情咧，我就是行情，我唔知我讲，我讲，即个名牌嘅包包啊，吼，是咱公司嘅吼，做嘅仔啦，足爱提即个名牌包。对啊，系啊。啊，但是咧，我个上个等下就是讲，本身咱家己啊，身份有够嘅时阵咯，你个提一个放嘅，能够讲起钱啊。哎，那时候人家无到遐的时阵，你搁提一个，这个都啥真诶了对？难得干嘛讲个？哎，对啊，你看迄个叫做柜台名模啊，拿住讲手顶拎一个玻璃珠啊，人家讲个算啦。是啊，对不对？好，好啦吼，不管啦，这个了做啥呢？这个山林的入住吼，看到边啊迄个搭顶啊，有放一卡塑胶袋啊，啊塑胶袋内底呢有一卡 LV 的包包啊啦。怎安尼趁着这个头家娘底下当无用的时阵吼，先用卡去交安尼啦。啊，一开始有可能卡上底款交无掉啦吼，最后归去啊，耍大胆，直接惊我去了啊腰呢，撞着这个塑胶袋内底 LV 的包包就甲偷提走。啊，然后呢，我那甲这个臭豆腐的钱甲揽揽的吼，这个间隔啊，提走的时间多30秒安尼啦。啊，这个森林的女主啊 ，LV 的包包提过手了后，安尼顺顺啊，慢慢啊，行离开吼。啊，然后怎啊坐捷运等于到伊住的所在啦吼。啊，这个姓施的这个臭老虎的这个女头家娘吼，他向我发现讲，哎呦，啊我挂伫边啊一卡 LV 的包包，那讲无伊安尼啦。但是不要紧，随调或相关的监视器。水掉的水看到啊，哈、间隔的是按呢，间隔包包啊，胖起的过程翕甲清清楚楚，啊，这个姓施的女摊贩啊，抓向这个做啥呢？这个警方报案，哈、是，伊讲这卡 LV 的包包啊，吼，是真的呢，真的哦，是真的呢，你蛮欢喜臭豆腐呢、哦哦，开玩笑，阮兜 LV 的包包啊，八百几卡嘞，好、哦，袂啦，这是伊18岁的时阵吼，就安尼去打工啊，吼，啊，欠落来钱买。啊，18岁一直用到即阵，对伊来讲，迄卡已经唔是叫做名牌包啊，对伊来讲是一个做纪念性的包包啊，就对啦，吼。啊，警方受理了后呢，随调这个做监视录影器来查，啊，看了后呢，比对，随锁定这个姓林的女主，就是你。是。所以我头咧讲警察够厉害，因为后来你甲看卖啊，后来咱就没你无看到吼，因为像这安尼。讲我都认出迄个什么人安尼就对了吼，无安尼无安尼，伊这监视器的一支就调出来嘛，啊啊啊、用这个人伊物件摕，一定爱行出来啊，啊行出来了时，有可能警察就是找咧上清楚，系啊，上啊个是人，嗯，咱一般应该有咧生迄个网络生迄个 Facebook 人讲知影，嗯，伊譬如讲你即马吼，你的相片啊曾经伫 Facebook。出现过啦，你红阿头啦，我搁伫对头吊着你个面，我多人对迄个 Facebook 气咚就解出来啊！哦，伊对我当找你个面找出来。我哋警察就是有这个在调对啦，哈、啊！我感觉伊更是对迄个 Facebook 遐去找出来，因为咱即卖人拢有手机啊嘛，啊在翕相嘛，啊即卖人去对头来翕相，啊就抛对 Facebook 抛一堆赖类，啊我上 Facebook 内面有一个功能，你只要你个相片曾经伫 Facebook 出现过。我今仔日伫对头，你阁用贴着，我用你的红阿头，对 Facebook 起的，同同同，或者伊照就照做伊阿面做呀。哦，哎呀，啊，现在吼，人要讲温书馆，差不多拢咁样无啊啦。等于讲你挂街面区啦，有啦有啦，挂街面区啦。啊，这个警方呢，对监视录影器随锁定这个姓林的女主了，对啦，哈啊，这个做昨个下暗去到因家个所在，真正随查到迄卡 LV 的迄个包包啊有无哈？啊，这个姓林的女主怕死都唔承认嘛，但是警察讲啊，无你头解释这个包安怎来啊？
高开税没出来，是讲没出来安尼嘛吼，所以这个以上减半，这个变七度多啊，七度啦，哦，这个不是头段讲的清降新闻咯，这不相同，哦，这是七度，讲明七度，诶，这七度多，这是公数的吼，会走未去，嗯，啊，这包包其实无大的呢，细啊呢，哦，这算皮夹类的，其实你嘛无什么水款啦，系啊，啊，就是跟他讲出名的 LV 安尼尔，啊，我拢一直，我拢一直讲，以为讲想啊开啊侪钱买这个包包，可能是跟他出一千。啊，门啊，得套扎起来，怕亏也变三千。你最主要，伊这个材质，咱知影，即卖皮包啊，真少用着皮啦。啊，拢用塑胶啊，但是 LV 这个包包啊，伊迄个塑胶可能还不是一般塑胶啦。嗯、啊，无可能袂加很贵。你看迄型都爽爽啊，等下像我讲，咱去食到迄一间啊，都、嗯、一个穿了白色的西装啊，伊跟他 polo 衫啦吼，啊，胸坎都绣两件 LV 啊，哦、用迄个啥用。全部只要量出来，啊，像大机，你看像遐白个，因为啥人讲是像遐白，啊，你看了足爽，啊，不过穿也是无定意的，遐白对啊，伊爽啊，做穿的足爽哩，啊，但是我看伊穿了以后，像你行落去的姿势，感觉讲我行情未歹，我穿今年安尼，我都感觉伊迄个面相安尼，就是神采奕奕安尼，然后感觉安尼啦，啊，每只人咧看甲都无共，话有可能看咧讲话改过去，啊，我是看足爽安尼，讲个，起码这个时阵，他有可能穿迄个很爽的衫也加清楚安尼，你三点零买印什么字，那个吹动完的就好啊！哦，你得甲讲一个，伊就是印好字啊。你嘛要穿嘛要穿真的啊！你穿假印的嘛无。来啦，你得行情老搞穿假，人就讲迄真的啦。啊，你行情若无搞穿真的，人就讲。啊，真的意思都有解说过啊！你得行情若搞甲对，砍三你挂，人就讲你真的啦。好啦，意思讲今仔日你一般的富人含贵代名处理约会就对啊。看到讲啊，你坐这假代名假啦，你这个行情后生怎暗假贵代名？就看就你在那散步，是不是啊？意思是啊，你嘛吼，难不讲，难不讲。哎呀，我是讲 L V 也较值钱哦，无咱两个来合作啦。哎呀，那我那来创造一个品牌，你看啦。阿妈写晒啊 ！L P 的 ，L P 贵气的，一个 L P 贵气的用书啊，你阿姐唔就能清清爽爽无嘛？唔使啊，咱就来印嘛，对唔对？好，我阿弟姐，咱两个再加强啊啦。大型 LP 呀、啊，哦，啊，你穿出来多少钱啊？你讲咧，哦，对不对？哦，你也管台湾高等起来大是，哦，是不是？挂门店讲海水退掉了，就知影什么人无穿裤，哈哈是挂门店无穿裤，哎，到现在嘛，更唔当见笑的啊，嘛都嘛都，这个人，你要见个大见笑能力参加，不要死啊！所以讲到讲到一句话了，讲吼，什么什么的，那一皮无难输，撸皮撸顺输了，嗯嗯嗯，呀。好来感谢啦齁来继续再来个看这个新闻消息好来。来咱足够唔去报道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新闻啦齁。啊顶无偌久差不多顶一礼拜前我有看到一篇新闻诶。迄、欸、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一礼拜个要死要几十个呢。咱台湾。基本咱台湾啦、啊。哦哎呀、啊、可能是迄、那个。严重的迄个并发症，嘛唔知影咧。我说我讲，我呢爱注意哦。他说今仔日咱也多好真呛熟啦吼，我有看到一篇吼，即、這个医疗单位吼，有咧交代啦，讲吼满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吼，那无做也是紧去做啦。嗯。啊，听你讲65岁，去里下只一寡吼大人就对了啦。工资无干两成，嗯，因为即马都无咧报案，电视都无咧报案，大家麻痹麻痹啊！即边咱来甲听看卖吼，你讲国内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是高原期哦。卫生部疾管署指出咧，讲讲国际啦，国际上最新的研究证实，56岁啊，歹势了，讲唔对，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注意起迄个 XBB 的乌龙虾。的安全性上好，但是咱国65岁以上的查某人，哎、去住这个 XBB 的乌龙虾的人，煞无干两成咧。何用吼？真正爱用药去住乌龙虾啦。嗯、啊，疾管署嘛，有高工伫2月中旬吼，
会进行要来召开着这个相关的会议，评估者的长辈时代，伫过了四个月了后啦，是毋是会当来注第二期的 XBB 就对了啦。嗯，简单讲，你都以前上啊前淡仔做过啊，嗯，佮经过四个月后，得当佮做啊来评估嘛，看当佮做袂安尼啦。嗯嗯，你讲丹麦二月二十六号伫美国的医学会期刊，伊有发表了上新的研究呢。研究讲吼啊，针对着107万人啊，针对着65岁以上的民众，以着 XBB 的预防下作为追加剂啦。啊，做了后的四礼拜就对啦，并无观察到讲吼28种的疾病发生率的增加呢。比如讲，包括啥物咧，心肺梗性的心脏病啦，急症头的病啦，中风啦，心肌症啦，这个动静脉吼啊，这个肺梗塞掉等等拢无呢。啊，疾管署的发言人张淑辉吼，伊就安尼讲啦。伊讲吼，研究证实 XBB 的预防下伫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时代，住了后的安全性是上好的哦。啊，本土的并发症吼个案，包括死亡的个案当中，无住 XBB 预防下的人占90%啦。65岁以上的长辈时代，分别有79%至90%。合约赶紧做，简单讲就是讲吼，感染着中国病毒，来过往期的长辈啦，尤其是65岁以上的吼，讲占了79%至90%就对了啦吼，所以要注意美国疾管病的管制甲预防中心上最新的建议，65岁以上的民众吼，注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满四个月会当搁再追加一剂啦。哦，过去微一剂啊，吼，未歹啦吼，啊，这会当吼持续有3成保护力。啊，疾管署统计，咱国65岁以上的族群的人，住的人，才一个17.37%呢，都对了，占无甲两成。咱社会伊就安尼讲，讲目前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住方式的建议吼，是一年一剂啦。啊，卫生部打算伫3月中旬要来开会，要来讨论评估年岁较有的人是毋是？唔免等到一年一季，就四个月过，会当搁再继续搁住一季，安尼会使袂啦？保护啦，系啦，加一个保护啦。啊，加六多吼，纷纷吼有要来推广着住屋方式啊，所以拢有杀损吼。唔要送物件，送物件啦。嗯，啊，我咧甲看看吼，拢送啥较济呢？拢迄个脸皮啊，迄个哦，汽车啦，拢差不多送咧较济。啊，我看看现在还要送济，因为即马。人无重视这样嘛，未去买啊嘛，啊你量做大一吨会吨掉的啦，啊就高母讲啊，政府无你这吼，甲我买啊，你提起送人安尼啊，可怜啊，因为我迄工去做的时阵，就送那个啥，一罐做一个酒精啊，用喷的啊，血管的用气的喷雾一种啊，啊两 K 啊，两 K 啊气这啊，系啊，这当然是政府好意啦，鼓励大家吼，当加自挂呢，就对话，加增强咱家己的保护啦，安尼啦。嗯啊，但是这个物件咧送这到底安那样啊咧标价啊，迄个就做啥？迄个奖赏品，迄有开用刀标的啊？啊是安那这咱就啥？不离说这拢可以啊吼！啊送的物件佮加迄个中国白毒武汉肺炎关的，伊用个脸皮啊，迄啦，啊酒精啊，喷酒精啊，洗衣干啊，迄嘛是同款，迄拢加咩防治病毒？我拢只想伊较早咧卖咱买其他500嘛。对啊！哎，当时伊送我两盒，我讲诶，你敢咪当时接我打现金好无？我就1000块提好，我就提去提咧人马爽。你提这种客啊，我若无去感染着，我嘛唔知当时恁会对啊？伊讲啊，七成做公安代志啊，是咧？无啦，不是喊你啦，这做公司喊你。啊，不是啊，好啦。有人啊，注重自己啊，吼！有人注重货送起来一样啊，哎呀，注重人拢平稳的啦。注重掉的也无出上上力，是哦。嗯，啊，这个哎 ，XBB 迄个搞住掉，啊，就是上尾几个注重的啊。啊，你跟上尾四个月啊？啊，对啦，差不多跟两个月尔，过年前啊，过年前去做的。过年前开始做的，啊，大家搞啊，可以做，做个做搞做啊咧。人是65岁以上，嗯。65岁以上建议四个月要个住一支，啊那一般都是一年一支安尼尔啦。哎，咱卡不爱迄个了，做三年，迄个三五个吼，啊，去做些名牌安尼就对，哎名牌像咱咧军中的阶级安尼就对啦。三做名牌，哎三，这个三啦，啊做些名牌，我咧咱做搭档三对。你讲咱人的名，不是名。
阿德，你若煮过一支的，就一顺啊。无啦，啊煮两支的两顺啊。你当作咧做兵咧，什么鬼巧鬼？对啊，鬼鬼就是二兵一兵上兵啊，阿来个四花兵啊哦。迄个住家呢，已经老四花兵啊，垃圾啊，哦。哎，太过分了。这注意啊，因为当个白族根本都无消失掉啦，啊，只是伊迄个毒性变低啊，无咧报啦，大家都较无注意。啊，等到这个流感有无吼？一年当流感来死嘛，死很少啦，很少。哎，一年当哦吼，啊，这流感嘛是有影响，嗯，嘛是有啊。啊，好来，感谢啦吼，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好，啉烧酒开车骑车未使，这大家拢知影吼。啊，去予警察抓落来，测到讲有啉酒的话吼，这拢爱依法发办啦。是。啊，这个人我那算啊好运就对啦吼，伊是啉玻璃蛋啊。嗯。啊，玻璃蛋啉落了后呢，开酒成分啦。有啊，有酒成分，大家拢知影嘛吼。啊，开这个小货车呢，下班的时阵伫路口啊，讲无注意啊，所以可能发生磕撞就对。嗯。啊，这卖你那是车祸事故吼。警察来拢无第二句诶，先给你水分了就对了，吼，就分发有迄个，就做啥酒精反应啊，无安尼吼。好，啊，这个酒精一个甲分落到地了，哇，因为啉玻璃达，所以呢，有这个做啥0.19安尼，就只加低啦，0.19啦，吼。0.19这个标准啦，不是标准来啦，无超过种个，无超过啊，别个，无超过罚钱，公共危险诶啦，吼，啊0.19，但是做哪医生发办呢？啊，这嘛，诶，刚刚是医生发办就对了，吼。啊，这个警方呢，伊咧讲啦，吼，讲这虽然真假来讲吼，有哪共款吼，啊，必须爱这个叫做啥呢？医生啦，吼，啊，只是讲可能罚款无啊济款，我咧想是安尼啦，可能就毋免啉酒开车。啊，但是这个人上到法院了，法院审理的时阵讲，敢那用这个假酒了后开车发生事故，客观的事实。这未当提来做未当安全驾驶的证据，这个法官咪都会负能出来，你知影哩吼？啊，刷落去呢，伊咧讲讲吼，这个酒测那是伫0.25的时阵，人体较会显示出轻微的协调功能下降安尼啦。啊，浓度来到0.5的时阵呢，反应太变慢，那是伊干啦0.19尔。嗯，这表示讲这个车祸发生，甲伊啉酒。无关的关系就对了吼、啊，刷了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佮讲讲我唔是啉酒开洋车，我是伫遐分心用手机啊咧啦。一般人车好，你啊看看出侪拢嘛，搞迄个侪个塞去手机啊，叫手机啊，叫啦，都咧安装啊。啊，你后出来发官讲吼，啊，当时姓洪的查甫警察佮查落来时，伊有要求要做行直线啦、平行啦，啊，佮违规扣啊，拢证明讲拢无问题啊咧。哎，所以这个法官呢，啊，抓这个就做啥呢？这个。怕讲伊这个酒后开车无醉啦，哦，啊，但是你装手机啊，怕死人，啊，怕死人，怕掉，怕掉，怕掉，哦，没有，还无啦，罚单啦，哎呀，装手机啊，罚单啦，好啦，进攻过来啦。非常感谢咱今日用几时多来去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新城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了，对哈。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好像是28栋啦哦，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28栋也个咧风行，经过30栋嘛是也个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了对啦，构造了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啦，所以雄狮大，什么人食有效？逐天后嘛是赶快食啊！所以狮驼山是非常期待咱雄狮大好来甲处理的这个物件了，对。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了了吼，拢唔知是好阿歹，唔知有杂质无，拢唔知。所以食落去了，当然讲报纸也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药咧？红食。啊，农药、食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肚子来的毒素，那都不知道，吃到肚子来，所以就最近年纪下，你敢不敢不注意吗？身体不调理吗？所以有人，有的人哦，他们说，我都四五十岁了，我现在才治疗高血压，
血地的糖尿病，哦，啊，血机能、五脏六腑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胸肌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血体质老化，都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了。这哦，这真正吼，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胸肌大正系体重朋友人就对了吼。这个、保养对这个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才是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到底心灵才是不会顺啦，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呢了后，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注意的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表了。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可以迅速，可以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但现在贡献许多山一张最高价，咱路线比武大概拍电话礼拜，上辈拢有跟咱讲啊，那你敢知？讲哦，我怎么吃着许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详细话，迄、那个心情代谢的顺序，皮肤那太水啊，那未顺序，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就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面呢，面那是有光强，我、哦、这人身体就用；面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身体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内详细话，咱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财了，对吼。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你抵抗力一强，体态也好，吼，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那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也调整得上啊，就调整得上啊。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吼，骨能骨手骨头，那骨头咱就怎样吼？来训练啦，这是定骨空啦，老骨别过用的不一样。骨头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咪行呢，袂堪咪徛呢，袂堪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若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中间易破的对。所以这真重要，能骨锁做保养吼，互你介绍能骨锁互你对。这今年的第二代。金里边的第二代是美华教育集团吼，重新研发的了，对。爱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以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厂啊。热工的电工啊，你做过程中间吼，升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热工厂。包括在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玉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高，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你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高，咱当然爱第二代给咱吃，对不对？这是美华教育集团的团队基金发出来的对。所以别的家咱来讲，新闻较好的、较悬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吼、哦，感谢吼，喜、哦、乐通过等啊，等啊，绝对要过用，未使我先死咯，免咱未使我先死咯，喜乐通挂等去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喜乐清会议，这个会议按摩木，我直直直咧讲，大家跟各咧讲个对啦。会议伫咱的会议的流通，包括中联军的会议，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逐工我都咧食，安尼。你一两粒尔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是去中途去加两粒安尼，足简单嘞，就是安尼就对了。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袂叫落去，较袂塞嘞。塞伫心脏就好，无好，塞伫食力，啊，塞伫脑啊食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吼。一六千，我保一六千，保顺健，含属朋友，一项尔，也不算。要说家己咧帮了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叫保顺的这个服用吼，胃红素，胃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详细我今日才了明了，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咧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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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病的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哦，爱嗽啦，种种啦。啊，你若无嗽，也无流鼻水，可能不时就规工在那，感觉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伊就用啊，那对。啊，无什么病哦，无感冒讲我倒无安那哦，可能这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会不高，欠袂病黑。所以红细胞，那是有这竞争的人，只要你病黑的人，你食血红素就简单了，对。早含两粒，上个下昼时啊，搁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点无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68。好嘞，感谢啊！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6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嘞，后壁时间呢，咱我那赶快要来开用口音的电话啦吼。那边接电话之前呢，啊，要恁阿呢先甲咱这里的这周年庆活动，去甲咱听众朋友清楚报告一遍啊。来，咱周年庆的活动，今嘛拢阿个继续当中哦吼。咱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10罐，咱独家上3罐以外，咱精品的当个京东元10人份，电子歌1台，你要个京欧姆龙血压机1台，还是要京六七七七江南台湾制作人工的棉被1领，这种会用进。金星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咱这回买10罐的朋友，你会当捐60粒无？哦，捐60粒，互你做精品啦吼。啊，咱包括吼买5罐的朋友呢，啊，咱都加上1罐以外，咱同款吼会当吼啊捐到真侪精品。比如讲吼，咱买5罐的朋友这回，咱就当捐到吼原本藏20罐做精品的圣山公司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30粒。每个款的朋友在周年庆过程当中，你买单安尼挑选咯。你要个金单手把汤锅一支，你要个金吼啊，这个白天也未新鲜的保温杯一支，金吼白沙湾起锅一条，金单向的汤匙一打。你要个金无换气的洗头毛巾一罐，无换气的洗衫巾一包，隆重的迎接，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0800-0500-6668，感谢。是，感谢啊！哈，来喽，合别的时间呢，咱就来接听可以的电话，然后开讲报道啦。带来时啊，放下都是挂轻松写料啊，是想要去做食堂哈，介绍一下风景点拢未歹。2699-5656，2699-5656，台南的电话我不头加06哈，来感谢啊！我再讲来，你好，哎，好啊，阿兄小亮，哎，你好。我就系咁问啦，你就再讲，咱要做这个 S V B D 吼，温温方云，等李正，阿罗李正就分装好啦，我阿罗切切俾你做啊，我希望讲啦，咱政府就用心，哦，阿咱咧，个人恁老自己在代理咧吼，咧宣传吼，做我听吼，阿你做。都做就不好了啦，啊冇冇钱啦，我就话咧有人，我什么用做了冇，做了不好啦，即系唔系用咯，还有一个国中嘅哦，做少年生，真系我一个做主性，那是体能嘅嘢，父母咧剩下嚟，那一起照顾，但政府就用心。我来自卢广仲，冇人咧讲啊，大家锻炼下，用药嚟做，是，好，谢谢，谢谢，来，你好，来，诶，阿新总，啊，系，你好。我是感觉讲吼，即个选举啦吼，就是交通部迄个部长爱换掉啦。交通部黄国才哦，对啊，伊就拢爱拒点啦。啊，我是客运小司机嘛，安尼一届拒了10多点，就爱提歇困2个月呢。啊，阮一寡同行咧，拢讲，拢讲，总统转了偌清楚啦，啊，纯粹咧请来等啦。因为交通部因为。伊吼要引进这个计划调查，啊，恁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拢无咧动啊。因为各占多数啊，无咧动啊，唔是拢害着咱家己的。伊个计点是，伊个是
做累计啦，一年是到七十几啦，系啊，还累计啦，系啊，你个，对不？嗯，那纪念都了得，一个安尼，一个月就要。嗯，无啦，点去啊呢？哦，有啊，即马都改啦，即马改做一档十二点的，有改啊，哎，即马改一档嘛，十二点啊呢？你不是就双管呐？啊，无要紧啊，恁都留意的，等我国民党啊，即马伊都要甲你创中国的新娘来了，来吞食咱的电报啊，啊呢，恁来啊，恁同党换来新疆的，换来新疆的伊都啊，啊，都看啥物好啦，恁改改哥俩啊？我顶不来换钓鱼啊，都我被创啊！哎啦，这时候两个拢会改组啦，大正街来去拢会统一的改组的嘛。哦，好，好，感谢啊，来你好，嘿，你好，哦，来好，拄只诶大哥讲诶，之前我是感觉起来吼，我以前嘛是感觉讲吼，嗯，有时候是我犯吼，犯是安尼无唔对啦，你讲较规较严重就是刷轿啊啦、游览车啦、大型车款诶吼，我感觉是全民可以做迄个海证，那是 OK 啦，啊，你讲自用车甲关营业车，根本就讲是讲是迄个。因为唔白啦，啊！你看咧，根本就无讲介讲造成真大迄落，啊！结果是迄落基层的人拢迄本来就艰苦，佫了解。嗯。啊！像种哦，刷轿啊啦、游览车这款的吼，你这款的拿迄落规则本来就爱甲举报，因为咧刷轿有阵足严重诶，哦，迄落直接拢伤亡诶。是。哦，啊！咱一般市内营业车吼，啊是讲自用车，迄种临停的啦，买一寡物件啊是安那，啊讲实在本来就车位就无够啊，你讲。就这吼，无法度讲安尼取得平衡啦，合法跟那个方便性吼，可能真正是足困难的啦。是。啊，若讲国家要要求到安尼吼，啊，结果真正拢无法度，啊，结果人民安尼痛苦增加，哦，消费愈多，我感觉不太赢啦。哦，我这发出来是咩？对，就是讲甲药价共款啦，起码药价，啊，唔是讲啊，平常人。啊，至于讲这个老在什么经营，啊，即卖已经调整啊嘛，吼，都一档起码十二点才给你调靠其他驾照的。啊，你若是讲一档内底要起码十二点，我本身家己开车，我来注意啊。嗯，违规也多吼。啊，迄个尿白啊，黑啦，黑啊，提掉啦。尿白啊，黑啊，黑尿白啊，黑叫什么车呀？你跟我有看到上新的是份报告啦。嗯。讲未来一千二块还是千块以下的罚金了，对啦，无要开放红。对啦，系啦，你少少检讨一下，为即作死违规啊、尿杯啊，迄个心理变态啦，咩你听咩话来？另外那个就来，你好嘿。你好啦，好你好。啊，拢着爱着怪什么部长，什么部长啦？啊，我是听较袂到啦。嗯。咱就若讲为着我讲啊，蛮塞更加加油啊！啊，咱趁钱，咱就为着有需要要请我。较歹运料去味啦，冇紧啦，个人你看我都冇紧啦。哎呀，你今日你来甲，即唔甘愿是唔甘愿讲哦，啊你赢要几色啊小白是欢迎的，哦啊个一边一个过来请柯文哲，啊这太行啦，哦，哎呀，三八年要做总统，啊你三军必须不行，请本土的，哦，啊你来证我。我们就是我笨手，能开一点安尼俩啦，啊，就是公家吃亏啦，是，公家赚了点钱，不容易啦，哎，你好嘿，哎，有没有？哎，你好，我你讲哦，迄重点拢唔是伫遐啦，到即马拢开用无迄个检举啊，安尼就无代志啊啦，就开检举就开公家呀，哎，就是讲，像你种变态人咧，怪怪种人，怪怪，都无内容哩。伊个检举，迄种买，无检举阿摆拢无上。系啊，哦，安尼，就代志就输输啊啦。是，迄阵像迄高丽了，别阿文化咁款。检举拢无上，安尼就输啊啦。啊。本来拢无讲，啥物人都代，啥物人拢无好啦。哦，是啊。干那一点边缘啊，较重点啊，恁听啊。对啦，对啦。OK。哎，感谢哈。这检举吼，有当时啊，伊都拿。
那气氛啦，譬如讲，我都气氛猫咪人，我要跟你从现在要跟你去几段啊，最简单的啦。本来就是安尼。你个地方那个，你个现在有当时是我临时停下要从啥，我就跟你去吧啦。啊，而且，啊是讲到你地方啦。地行啊，来咧桥都话什，都话忽然间讲啊，我都要去到遐尔啊，啊全部也未去过，未去大，未去迄个地的位，伊都我当水也一嘛。无啦，上恐怖的就是迄种乱枪打鸟啊，伊迄个行车记录器真系规条路白色清彩嘛，迄个啊面无奖金哦，他再想奖金，再奖金促销，我嘛是过咧做这个代志，这个变态啊，你讲白啊，哎，真正样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好你好，我系讲咱从今以后，大家拢卖讲柯文哲代志。柯文哲若讲对，伊上欢喜；啊，若唔对，伊也袂了然，伊也没有廉耻。讲我唔对，伊就反正有声有人讨论我，就是得分。他那种羞耻，你听我意思不？对啦。从此大家都卖关于卖关于，不管伊跋倒啦、淹没啦、做好事坏事都卖够。他没有消息以后，一自然就消失了。现在跟他民众党后来出来的人，伊就讲民众党。在五六月其实那得消失掉，对不？哦，上个礼拜我在讲嘛，我听两拜，包括新闻我听两拜，我们都不要讨论他的，不管好事坏事，他不好的事情，伊也不觉得丢脸呐。那我让他你不了解了解，好，大家都卖讲卖多讲，这是时间进步啊啦，好。其实哦，我那足少咧讲啦，啊，那要认真讲起来哦，电视讲要上济啦。对啦，是甚至两点钟我咧讲伊也同款吼。好来进讲过来。那咱都是啊，有口音入来啦吼，啊，毛人讲到这个交通的问题啦吼。啊，实在讲吼，人拢有当时爱贪着一时的方便啦。啊，这也不是讲啥物咧偌大诶，这个犯罪犯规啦。啊！但是你有当时啊，贪着一时方便，停一辆车的啦，无戴一个安全帽的啦。啊，那无着一个变态的吼，甲你翕起来，啊，甲你夹起，哇！你着搁了一条钱啊，啊，了一条钱，唔打紧吼，着爱个记点啊。当然，记点对咱的文章书记大哥吼，实在这种影响真大啊。啊，伊讲我是有看到王国才有咧讲讲未来，即马咧研究啦，研究讲吼，一千块啊，千二块以下无开放，互人做了别啊去翕相去检举啊。哦，系啦，安尼个。这个研究唔是讲是卖去卖去丢掉啊，安尼个。是讲这种培养了别啊，这个到底这个心态是对啊唔对的？我咱来消化卖啊好啊。好啦，来感谢啦，下咱都飞地开车，家己注意一下，卖违规啊，小心讲安尼。对啊。好来，时间的关系，下礼拜可能再会。再会，拜拜。